弗格森飘雪机是人造雪设备，通常用于模拟真实下雪的效果。造雪不受气候影响，不分季节，不限温度。人造雪系统是通过将水和压缩空气混合，产生微小的雪花，然后通过喷射或风扇将这些雪花吹散到空气中，形成像真正的雪一样的效果。弗格森飘雪机通常用于各种活动和场合，如舞台演出、电影拍摄、主题公园、派对、商店装饰等。它们为环境带来一种冬日的氛围和神奇感，营造出雪花飘飞的场景，增加活动或场所的趣味性和吸引力。